哎，阿强好，来，谢谢。哎，这里，哦，谢谢。里面哦有10,200，它6,000块是那个舞蹈课程的费用，啊，另外6,000哦，是我补贴你们的辛苦啦。哦，啊，你们不要只缴学费，然后不去上课哦，这样子那个舞蹈教室的人气会不够哦，就没办法吸引外面的人哦。 不会啦，啊，我们刚会搞啊，得最高啦。哦，阿丽兄，哎，还有哦，一起3个月哦，然后继续跳的人继续领，啊，跳越久的人领越多。哦，还有，最重要的哦，不要让那个商飞跟正阳发现哦。哦，如果被他们知道哦，除了10,200，还要还我，你们还要赔我10,200，知不知道？啊，不会啦，你放心，我们哦不会说溜嘴的。 哎，对了对，如果你们有去上课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拍照。拍照，不需要，我麻烦了。是啦，是啦，既然我们才知道你们去上课啊。对啊，当然要拍照啊，不拍没有关系啊，不要也可以啊，钱还我啊，我再找别的人啊。拍很多，拍很多，拍很多。啊，怎么只有8个人？啊，不是说好10个吗？ 有啦，我有找那个美华，还有那个春梅，对，那个，对对对对，春梅阿姨不是中风吗？中风好艰难，安尼会比较紧。对啦，见不见？公牛，你这我爸上休假吼，上次说要去报名，结果都没有去，啊，你敢会受超亏？啊，阿祖伟，去那个舞蹈班跳舞吼，一个月要6,000。 1个月嘛，这好啊，3,000年啊！现在又多了6,000块的收费，你们就好好跳啦！哎呀，跳有成绩的时候哦，我在公庙再办个舞蹈大赛给你们呐！舞蹈大赛哦，好热闹啊！哎，哎，好，他说说换气，哎，你们怎么没有怀频道？还没啊，对啊，你们今天是不是有空来？我们来拜拜啊！哦，我给你们说一个好消息，今天有很多学员来报名耶！哦，这样哦，哎，我们也很努力帮你们推销呢，在招学员，这些阿姨啊都会报名哦。真的？哦，谢谢。那我会很认真教你们。高姐姐，如果你们来上课的话，我会煮咖啡给你们喝哦。 还有咖啡哦，哎呀，阿玲，你是要等你煮饭？哦，对哈，我们今天可以等我。啊，谢谢。陈叔叔，哎，阿儿的爸爸妈妈在吗？我们想要谢谢他们帮我们看开幕的海运。哦，他们还在屏东嘛？是了，啊，你们的话。 我会帮你们转达啦，啊，你们不是要拜拜？嗯，哎呀，先办正事啊。对对啊，先拜拜嘛，先。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叔叔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哇，好神啊！我差一点哎。奇怪，我怎么感觉沈叔叔好像在赶我们走的样子？没有啦，我们本来就是来拜拜的。也是哈。等一下拜完拜。 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，但不能吃太贵哦，我妈要省钱。知道啦，走吧。谢谢王爷，希望舞蹈教室的学员源源不绝，还有保佑儿儿赶快生对龙凤胎。希望我们也保佑。 舞蹈教室生意兴隆，让尚飞能顺利地完成梦想。还有，我跟正阳能一直相亲相爱。所以是这个人骗了你们，那就把他找出来就好了。但他一开始就计划要骗我们的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啊？哎呀，要找人交给我们医院，要无敌大侦探就好。 哎，邱秋婷，不要闹，这次不是开玩笑的，一定要交给警察办，不然到时候惹出更多事。我知道，你也不用那么。秋婷。
我知道你想帮我们了，谢谢啊。云木的家具广告还有合作案都已经在谈了，现在出这个事情，这800万要怎么跟你爸妈还有姐姐做交代啊？楚静又不是你的错，他们不会怪你啊。对啊，王大夫那么喜欢你，这800万对我们来说只是小 case 而已，就这样而已哦。那你说啊，这800万是爸妈辛苦赚来的钱呢？你有能力你付，你付啊！你好意思讲啊？你就是不够机警啊！啊！哇，我也有好心的提醒你们。法龙是真的有提醒我们。现在万一对方要告我们怎么办呢？楚静，不要担心啦。签约付款的也是我，还好你有提醒我，要不然那个进口家具的合约一签下去，损失更大。现在有韩律师帮忙，就先别担心了。对了，韩律师那边现在怎么说？韩律师那边，哦，刚刚好险哦，还好爸爸反应很快哦。哼，是我反应快好不好？我把报名表抽走，被发现就完蛋。我还不是为了你们。名单拿来。哎，小不六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再帮他们多招一些学员，让那舞蹈教室能塞爆，然后课程能满满的，然后分班上这样子。可是我老婆有说人不要找太多，不然容易穿帮。哦，你都不了解爸爸的那个用心呢，不是为了你们，知不知道？让那个小仙姑在屏东好好的生小孩。可是素娥有特别交代了，你确定你要这样做？他不用担心就好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讲过很多次啊，叫他不要担心台北的事情。那不然这样子，你自己打给他，你跟他讲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会怕哦？当然会怕啊，万一我跟你老婆讲话讲错话，为他不高兴，我就搭高铁上来台北。你们这样子就不用生小孩了啦。会怕就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就好饿，去吃饭了。都吃什么啦？随便，先找一下吹冷气。好了，吃日本料理啊。好，人平安没事就好。那就先这样，晚点聊。好，拜拜。现在情况。国良跟把弄已经回家了，那接下来官司的部分，韩森会负责处理。国良跟淑静一直都是很小心的人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对啊。我回来了，哟！爸，小命，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哦，我收了超多的学员，我要发了。你们干嘛、啊？我开心跟你们分享哎，你们怎么都没有反应？没有啦，果然跟淑静出事。果然淑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说。国良跟拔弄才刚从警察局出来。警察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用管那么多啦，为什么？哎，我们回来了，阿姨跟子云。子云，阿姨，阿姨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舞蹈教室有很多妈妈来报名呢，那你要不要一起学跳舞？我可以算你傻逼鼠。谢谢哦。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子云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哦，我们刚从医院回来，医生说妈妈135都要回医院一趟。所以想说，可不可以在这多住几天，然后我赶快趁秋假的时候去找房子。当然没有问题啊，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说过 ，OK 的。谢谢朵拉姐。不会啦，真的很谢谢哦，希望不要打扰到大家。不会啦，阿姨，你真的太客气了。对啊，阿姨太客气了，爱情公寓人多才热闹啊。那阿姨你要不要学跳？你是多缺学员啊，一直拉人家去。哦，你不懂，多多运动才会健康，阿姨才会健康。你又知道，搞不好阿姨很尴尬啊。你要运动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去跑步啊。哦，阿姨还欺负我。你看，你搞得阿姨都尴尬。王少飞，完蛋，完蛋。哎，你们今天早餐是怎么处理啊？
哦，之前都是朵拉姐用哎，可是现在她跟男朋友试婚之后，我们就是各自处理啦。试婚？嗯。怎么不直接结婚啊？嗯，可能想要试试看适不适合吧，也可能还没有到结婚的地步。妈，你还帮人家赶进度哦。先同居就没有行情啦，要的话也应该是先结婚再住在一起啊。哎呦，那是他们的想法嘛。你怎么突然问早餐的事啊？啊，我在想说早餐我来处理。你看哦，我住进来你们房东也没有多收我房租，那我总不能在这边白吃白住吧。可是这样很早哎，你身体可以吗？你很小看你妈哎，医生不是也说我只要好好的吃药然后回诊没问题啦。而且你们上飞也说多多的运动对身体很好啊。那也不能太勉强哦。好，妈看他们大家对你都真的很好哎。真的，马大哥跟爱情公寓大家真的都很好。爱情公寓？嗯。哎，我也听他们这样叫哎。为什么要叫爱情公寓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从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这样叫。哦，好名字。嗯。我不是说回来就马上跟你说吗？没办法，我遇到事情就要马上去了解。不过还好这次有韩律师帮忙啊，遇到这种事情也太倒霉了吧，谁知道买个木材会被当成三老鼠。嗯，我还记得有人买东西买到警察局去哦。哎，过少年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道歉。不过呢，这次事件也顺利解决了，还好有韩律师帮忙。嗯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嗯，不过你跟韩律师聊得怎么样？还记得有人买东西买到警察局去哦。哎，郭少林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道歉。不过呢，这次事件也顺利解决了，还好有韩律师帮忙。嗯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嗯。不过你跟韩律师聊得怎么样？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执着于做家事的？嗯，大概。是我妈妈要离开的时候。是离开以后吗？嗯。她离开的那一天，那个画面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她做了一整天的家事，把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洗得非常干净。她干净到仿佛都没有使用过一样。甚至于她很努力地想把她触碰过的存在的痕迹全部擦得一干二净。直到他走的那一刻，他叮咛我，地板的细缝要擦得很干净，沙发上的灰尘要拍得很干净，甚至于还叮咛我，如果有客人来我们家的话，看到家里很干净的话，就会给他感觉我是一个原则的人。相反的，如果看到家里非常脏乱的话，就会给他感觉我是一个没有规矩的人。所以你现在才依旧把家里保持得非常干净。我不知道哎，或许我只是想不要给他感觉，如果有人来我家看到脏乱的话，会让人家觉得我的爸妈教得不好，之类的。嗯，你对你妈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得非常清楚啊。所以你觉得他的强迫症很大的关系是来自于他吗？嗯，这样聊下来是这样没有错。不过他心里面还有隐藏很多东西，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探究一下。那你觉得他没有说的东西还有很多吗？嗯，很多。我相信甚至有一些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。可能这些都没办法转移他的焦点吧。嗯，只能慢慢引导他了。嗯。不过我还知道有个人可以帮他。谁？
如果对方一口咬定就是国良他们要求砍伐的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就麻烦了，因为这样他就是教唆。拜托了，换作是我又会一口咬定是国良他们的，那这样子罪会比较轻啊。为什么罪会比较轻？饭后有悔意，愿意自白供出主谋，这样也符合犯罪协商的条件。这样难道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黑白是非吗？所以我们得赶快找出对他们有利的证据啊。哎呀，这个你交给韩生来就可以了啊，反正他一定会赢的嘛。这件事你一定要帮忙，一定要赢。哎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赢。哦对，你不是要等子瑜吗？那他妈妈的状况怎么样？他妈妈礼拜一跟礼拜五要去做量表检测，然后星期三要固定回诊。哦，这样如果你一三五在家，你就看不到他了。干嘛啦？干嘛丢我？我讲的是事实啊。我讲的是真的啊，你捡起来吧。太干净，有点乱丢，太低月亮，惩罚了。Sorry 了，太准了。我是真的很关心宽亮还有子瑜的。我是觉得啦，他们各自要放下才能够改变现在的状态。等一下，你可不可以把话说清楚一点？放下，放下什么？状态什么状态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有人在跟你讲话吗？有人问你吗？好像你很懂事的啊。啊，你跟我讲啊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彼此的状态啊。那状态什么状态？两人彼此之间的感情进步啊。I understood, OK? Not like you. 你就是不懂得放下。如果你懂得放下你尊严的话，你早就知道休命了。What law are you? 等一下，刚不在聊宽亮子瑜的事情吗？扯到我这边来干嘛？你爱问，你爱打岔，我只好一直讲啊。啊，不是啊，一开始不是在聊国良的事情吗？啊，为什么会转移到宽亮子瑜，然后变成我？奇怪了，你讲东西移来移去，那现在到底要聊什么？要吃的，肚子饿吗？王瑶，你饿了是不是？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西餐。玲玲，不要怕，妈妈在这里。玲玲。妈，妈，喂，你们那姐姐啊？我跟安杰，她在做化疗。我上次看到她，她还有头发，我刚刚都没有看到她的头发。妈，你怎么都没跟我说你梦到姐姐？你这样怎么睡得好？还能看看你姐姐，妈很高兴啊。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给你姐姐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害她受那么多的病痛，年纪轻轻的就走了。妈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姐姐都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了，都是你奶奶。没有礼貌，再怎么样她还是你的爸。他才不是我爸嘞！当初姐姐检查出血癌的时候，要不是他一走了之，你也不用医院家里两边跑，身体才不会这样。妈的身体还不错啊，我就只是会头晕而已啊。会头晕已经很严重了，好不好？怎么都不让我抱怨他。林子云，妈要跟你讲几遍啊？再怎么样，他是你的爸爸。他既然决定要走，我也不会强求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啊，一定要把你们好好的带大。妈，好了，睡了。答应我，你要乖乖的待在台北，好好的过你的生活。知道了，妈快睡吧。
怎么了？睡不着、啊？发生这种事情是睡得着。那我唱歌哄你睡好不好？宝宝睡，乖乖睡。不要闹了。不要担心啦，我会解决的。你要怎么解决？现在人家就逼着不跟我们见面，你有本事找那个张老板吗？明天我去找邱总，请他帮忙。嗯。哎，想当初如果我多看几次。好好好，没事，事情都发生了嘛，我们就去面对，去解决。你不要担心，我会解决的。赶快睡觉吧，晚安。嗯，赶紧睡啊。太没诚意了吧！桌上都没有蛋。又婷啊，那个蛋马上就好了，阿姨正在煎哈。啊，阿姨，哎，你不能领完蛋了，刚刚还说小心点而已。我怎么？赶快去帮忙，快！哎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帮忙啦。对啊，这平常都我们在做的。哎啦，没关系啊，就快好了。刚刚因为上飞急着要去上班，我就先弄给他吃。你们再等我一下。哦，阿姨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上飞他一大早都要去公园教课，所以他比较早出门。以后早上他自己买就好了。那我就再早一点起来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那么辛苦，这样我们自己来就好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这很简单的。好了，你看已经好了。好。来来来来，我来叫，我来叫。哎哦。哎哎哎哎哎！阿姨，阿姨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现在还好吧？怎么了？毛毛病人，没事，我坐一下休息一下就好。没事哦。老毛病人，没事，我坐一下休息一下就好。没事哦，没事啦。真的没事哦。妈，真的没事哦。妈，你怎么了？阿姨就刚刚走路，然后差点昏倒。我请假陪你去看医生。不要啦，你老是要请假的，我也不想一直去看医生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休息一下就好。你刚刚还说你要去买东西哎。我可以帮忙去买。我也可以帮忙去。可是你们不是还是要去梦时期上班吗？对啊。阿姨没关系，我可以陪你去嘛。哎，好，又婷，那你帮阿姨，谢谢你哦。嗯。阿姨觉得你最闲呐。哎，误会可大了。那你要干嘛？我本来就是在家 case by case 的。你现在 case 是陪阿姨去买东西啊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哎，吃早餐啊，坐坐坐。坐坐坐坐。阿姨辛苦坐对。对啊。你们自己来哦，哈。好好。啊，恁姑娘啦，啊，恁哪会去找迄个姓张的买木材啦？敢无人甲伊讲，伊是山鸟鼠哦？无人甲我讲啊，我真正唔知啊。老细，啊，我之前唔是有介绍人互你识识，啊，是安怎来变成走去甲迄个人买？之前介绍那个人他木材不够，他又介绍其他人，最后就碰到张老板了。啊！你的意思是怪我？不是啦。哦，老师，迄木材生意哦，我比你较熟啦。啊，你要甲谁合作？啊，你嘛事先先来问我。啊，你看，啊，即马出代志啊，你才想着我。啊，叔公，你已经帮我找介绍人了。啊，这点小事情就不要麻烦你。哦，啊，你还讲啥物麻烦啊？林伯良，啊，你是把我当作是恁老大啊无？有啦。这姓张的哦，在咱业界风评真歹，啊，伊的木材哦，大部分拢有问题。好啦，
我哦透过关系哦，拜托朋友甲找出来。主总，多谢啦。哎，老师，这摊哦，你要当作是学经验，不管是八万还是八百万哦，拢爱谨慎细腻。以后哦，免惊麻烦，有啥问题哦，爱做你来问我，知无？好，我以后会多小心。但是哦，我看这笔钱哦，恐惊爱做歹摕的。啊，你要当作是开一个钱，累积下经验。我知啦。哎、欸，啊，少年当年我无陪你来。你说淑静啊，你昨无困好，在家里面休息啊？是啦。啊，发生这个代志哦，袂食袂困哦，领导人拢嘛是安尼。好啦，人哦，我负责甲伊找出来，啊，你赶紧等伊。好，邱总，谢谢。好啦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好好，啊，甲看好咧。好。欢迎光临，很凉哦。阿姨，阿姨好。哎，哇，佑廷，谢谢你哎，这么热的天，还让你陪阿姨去买菜。哎呀，阿姨没有关系啦，我海陆出来，这天气 OK 的。哎，师傅，赶快把菜拿去冰啊！不要，我去回阿晴公寓就好了。才刚来而已，哎，很辛苦，让休息一下吧。不是，我把它拿回去冰，然后顺便补眠，阿姨就留在这边吹冷气就好。阿姨想要回去的话，我再来接她就好。哦、oh, ，那你赶快回去补眠啊！我可以自己回去。哥，确定吗？对对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师傅，你海军陆战队出来了，还需要补眠？我现在有在爬天堂路吗？我是不能补眠吗？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要不是阿姨在，我早就电死了。阿姨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照顾岳母。自己小心啊！好，拜拜。哎，这餐桌的。阿姨，那你要喝点什么？其实。阿姨有事情要问你。啊，阿姨，请坐。我之前啊，听我女儿跟我说，你们这家咖啡厅啊，是你们夫妻俩共同经营的。嗯。但我来到这边，我好像都没有看到你的太太来哦。哦，阿姨，那个我太太已经过世一年多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哎，你不要怪阿姨乱问哎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的。那阿姨请坐，我帮您做杯快乐味咖啡。好啊，好啊。嗯，谢谢啊。请坐。那我就坐这边。好啊。韩律师，这边就是我们的通联记录还有合约。这些都只能够当主证而已，而且法官他们也会自己去调这样的资料。重点是现在如何让那些嫌疑犯供出张贤才是主使者，这才是重点啊。那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？开庭的时候我会问他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怎么认识你的？什么时候？要怎么样证明是你叫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？他们答得出来吗？肯定答不出来，而且他们一定会说就是你。但问题就不是我们啊。有哪一个犯罪的人会承认自己就是教唆者呢？所以我们要提出证据。那还需要什么东西吗？你们的工作证明，为什么你要买这些木材？那用意是什么？动机是什么？这些我们都有跟邱总讲啊，是因为邱总才认识这些木材商的，后来才认识这个张老板。谁是邱总？家具行的老板，是因为他帮忙介绍木材商。他很照顾我的，所以他很清楚你的动机了。他会出来帮你作证吗？这个我得要问他。OK， 那再麻烦你们把所有你接触过的木材商的资料呢都给我，我会请法院通知他们出来作证。资料我这边都有。话说回来啊，介绍你跟张贤的人呢，这个人问题也是很大。我相信张贤在外面的风评如何，这些人清清楚楚。韩律师，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被陷害啊？不用担心，离开庭还有一段时间。不过在这段时间呢，你们会比较辛苦，因为要常常跑法庭。最深爱我那时候，没有我的。
话再好好的说。哎，但是雅芝，雅芝，雅芝啊！我是 Kelly， 不是赵雅芝。OK， 我知道你觉得我跟她长得很像，你刚好爱上她，又正好爱上我。正好哦，哇，嘎衰才会爱上你。你等下，什么是嘎衰？倒霉才会爱上你。好啦 ，You don't like me， I also don't like you， 哈。到底在讲什么啦？嘎衰才会爱上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哎。你没有补眠啊？没有补眠啊，对啊。刚好阿姨有事要问你。好，你坐。我想问你啊，你那天跟我说芷云喜欢宽亮。对，有吗？有啊，你跟我说的啊。我今天问了宽亮，才知道他太太已经过世了。哦，对对啊。那宽亮喜欢芷云吗？应该是说子云喜欢宽亮，宽亮从来没有表白过，可能他心里还是放不下曼丽吧。曼丽，他太太哦。嗯，就一个出不去，一个进不来。不过阿姨，你放心啦，你再给宽亮一点时间。这个时间要多久？没人说得准。阿姨，那你觉得我的徒儿怎么样？徒儿，哦，跟你说一下，因为宽亮这个绰号呢，是我在当兵帮他取的，那所以我就是他的师傅，他是我的徒儿。我感觉你们感情都很好哎。对啊，哎，不过我可以跟你挂保证了，宽亮他绝对是一个痴情的男人。不过他虽然有点呆，有点木头，不过他当男友或是老公，他绝对是最佳人选。嗯，我对宽亮的印象很不错。不错。不错，就是不讨厌嘛。那不讨厌就是不排斥喽，不排斥我就是可以试试看，对吧？嗯。你接吧，阿姨先上楼了。好。找我干嘛？你找我干嘛？哦，我刚刚已经去过孟十七了，我干嘛还要再过去啊？是吧？取消？是认识什么鸟经纪人啊？啊，说话都不算话了，就跟你讲说要先收钱，你又说不用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啊？拍了两支的舞蹈，你知道我们时间不是时间了，我们很闲。他不是故意的啦，公司就那样决定啊。你还在帮他说话，我看你被耍只是刚好。有秋婷，你不要那么凶啦，肯定也是受害者啊。大饼铺，我在帮你说话啊。MV 的舞蹈也是你排你跳的 ，MV 也是我想的，光心拍的。他做了什么？没有嘛？难道你就不会说一点话吗？啊，你都剪成这样子，我讲什么？哎，媳妇啊，不要对 Kelly 这么凶啊，我会让你们都白费掉的啦，大补救的啦。罗汉啊，你这里说话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在的时候都不说？先回去。哎，我觉得其实宽亮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应该可以想一个办法，让你的努力不会白费。有了，不要理那个鬼经纪人，我们自己来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自己捧红 Kelly 啊，不要理那个经纪人什么巨星演唱会 ，Kelly 就是个巨星。嗯。哎，你那什么脸，是觉得我捧不红是不是？
哇，那来签约嘛。签什么合约啦？想要加入我们庭芝家族的艺人，光心跟尚飞都已经签给我，不然我干嘛要帮你？要不要签？说。那你什么时候要追我？明天啦，明天的明天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你到底有多少个明天？不要在那边讲一大堆了，反正你到底要不要签啦？签就签啦，那你准备好合约给我。嗯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自己一份合约给我看。OK 啊 ，OK 啊，那你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。手伸出来，把气球把在这边，它就不会飞走了。谢谢哥哥。不客气。谢谢你。不会，好好玩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国阳，你事情处理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，你，我想，学长。等一下，姑娘，我遇到阿翔，不是那个阿翔，反正就是那个阿翔了。就现在，我待会再打给你，待会。好，学长，好，拜拜。哎呦呀，学长好，永远忠诚。好，小心，我想不错嘛，穿那么帅，放假。报告学长，退伍快一年，今年出来找工作。退伍快一年才找工作啊？不是啊，是前一阵子刚辞职，最近都在找工作，刚面试完。哦，不错嘛，哎呦，很有体面的哦。你颜值这么好，那你有没有兴趣给我做直播？我们庭芝家族的粉丝是很多的。报告学长，恐怕不太适合。我不太喜欢。抛头露面，啊，低调，不然抛头露面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来，跟我走。去哪？带你去放风啊！走。真的？走。这附近有什么？不要那么拘谨的。你好，请问哪里找？找秀明，我来送咖啡给他。哦，等一下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找他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他是来找我的。这边坐。好。来，这咖啡甜点是给你的。我想说啊，你最近办活动特别累，帮你补充元气。好，谢啊。这是这礼拜六的电影票，给你。哦，是恐怖片哦。对啊。看过第一集，里面有个地表最强大叔，超壮超帅，那个剧情跟张力啊，保证好看。可是我没有看第一集，我这样接得下去吗？没事啊，这就爽片呢、啊。好吧。还是说你害怕看恐怖片？我很 OK 的好不好？你该不会是想说带我去看恐怖片，然后我就会害怕，就会这样抓着你？许盛元，你也太恶心了吧！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搞不好你胆子还比我大嘞，对不对？没事了。还有个重点，在这家电影院旁边呢，有一家超知名的甜不辣店，好吃，汤头好，我带你吃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对，这一份啊，你帮我给总监。好啊，你现在已经是马姐了。算是啊。是吗？嗯，总之不见不散。好啦，知道了，到时候啊。好，上班加油。嗯，跟给他，不用放这里啊，就搞错了。雨森，小心，雨森，来。
报告司长官，这位是博翔。博翔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有号称海军陆战队阎王之称的宋博士强。你好。阎王？怎么了？你不认识阎王啊？你就是阎王，报告宋宝。你就跟佑廷一样叫我志强哥就好了。是。海军陆战队的。报告，两栖征收大队退伍。所以是我学弟的。是。干嘛那么紧张？退伍多久？快一年。上个职业是什么？保全。为什么不做？我觉得时间不应该就这样浪费，我想尝试可以发挥所长的工作。好。海军陆战队是吗？是。各位，请小心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海军陆战队的学弟李博翔。今天会由他来为各位介绍一些基本的搏击技巧，让大家看一下他们资格加入我们，好不好？有请总教官。我跟小圆礼拜六要去看电影。我来这边是要问你 what to do， 你在那边消遣我干嘛呢？白血病它是会遗传的，那么他小女儿有做过相关的检测吗？由于现在警方呢证据不足，所以也不能够贸然去逮捕他。找陈先生呢？那可能会有妨碍秘密的问题。哎呀，办校园演唱会是不是？哎，我要看一下 Kelly 那天有没有安排行程啊。小明。嗯，这次玉清也遇太大片了吧？